三年的台北金融博览会是一场丰盛的金融飨宴，展示三年来业者及政府努力的成果，相信大家都能满载而归。金周刊所举办的台北国际金融博览会是含金量最高的博览会，不仅仅可以从现在看到明天，也可以从台湾看见国际，让台湾在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中，也能够兼顾绿色转型，还有包容性的成长。